到现场，只见一名男子呢就这样倒在路边一动也不动，警方赶紧上前关心他的状况。你出面在这里靠伊啊？我怕你让车弄到啦，甲你吓，惊你危险，你莫坐伫路边遮。醉倒在路边的男子，他是从台中南下屏东东港要来找朋友，喝醉酒之后拜托同桌刚认识的一名林姓男子载他去崁顶，但是抵达现场之后呢，却又说不出来到底他要去的地点，让这名刚认识的林姓男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只好打电话报警。警方到现场的时候呢，基于安全的考量，帮他联络东港友人家借宿，并且平安护送这名男子到住处休息。事后这名蔡姓男子呢，跟他的朋友对警方如此热忱的服务感到非常的窝心，一再致谢。